一家三口春节从重庆到东北旅游，第五天儿子还在睡懒觉。大堂去外面早市逛了一圈，没有早饭卖，我们只有喊外卖了。没有笑脸。两瓶一瓶西马路，一瓶沐浴露和两和两个牙刷，一个梳子。儿子喜欢收集酒店的牙刷。今天我们准备去丹东，退了酒店去火车站。下个古镇，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。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消息，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。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，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。过去就像那里翻腾的喧嚣。下个古城，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。今天就像一封写好了信，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。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。两眼人的装备，哈哈，有个好画面。我就像那里翻腾的喧嚣。酒店在鸭绿江大厦，是不是？三星都遇到了。啊？智能马桶。智能马桶。那个啷个用啊？研究啥的事？晚上要研究哈，多几道事。你白嫖的，到时候。那个肯白嫖。那个不可以，那个。啥子？那个不是一次性的。啥子？那个不是一次性的。他那个会被骗。全部都拿走。十五。45。45。45。再见，杰哥！再见，我开路亚克。啥子东西啊？再见，杰哥！再见，我开路亚克。老板呢？可不可以点菜？点菜打包能可以吧？打包啊？啊，可以。这些啊，是啥？你们的特色推荐两个。三个人，工超打包两个菜吧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三个人吃都三个菜吧。啊，好。好。你看一下这海鲜，是不是海鲜？海鲜肉啊，青菜啊，一样来一个呗。要不整个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
放到前面算了呀。都不在正中。那个在干呀？那个在烤肉。看起啷个样子啊？韭菜炒鱼，他们那边是。那个。对了，你上号吧。你看到哪还有丝啊？是你倒是有一点。哦。那还有。好吃那个。那松鼠鱼一样的味道噻。衔接的速度上的优势，来争取也是把奥斯卡两名大的拳手会，他们希望能有新的成绩。就是把上次。